的师弟 Gambler 今日与润少一同合作创作阿尔法，歌曲内容更包括柬埔寨人肉被囚以及网络投资诈骗。对此 Gambler 也表示，因为周围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验，自己则认为不应该漠视这些事情，才会想透过创作来传达理念。此外，该歌曲的歌词更写到年轻人不应该为了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，应该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对待生活。 Gambler 也提到，小时候不懂事，跟坏朋友做了很多坏事，甚至还曾到西门町追砍一个角头，不过现在已经浪子回头，有对这些不好的事情付出代价。但歌曲发表后，却有歌迷误会他们的意思，以为是在提倡这些事情，不过自己的本意还是希望大家要小心求职的陷阱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再冲昏头。